原标题袁世凯当皇帝后专门将龙椅后移三米，因为他派一个镜子。1916年洪宪皇帝袁世凯被迫退位，最终因病去世。袁世凯去世后，人们对太和殿进行整理时发现龙椅竟被后移了三米，这一发现不仅令人吃惊，而且还暴露了袁世凯的一个惊天秘密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自古以来，皇帝都以天子自称，而天子指的便是天上的紫薇园和地上的紫禁城。我国的传统观念认为紫禁城是天下的代表，而太和殿中的修金漆云龙门宝座又是紫禁城的代表。但事实上，这种说法却忽略了太和殿中的其他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陈设，比如盘龙明柱、铜刻、用端和大象等。对于盘龙明柱，我想人们多少是有些了解的，它虽只有六根，但却是太和殿中最大的物品。这些柱子不仅起到了装饰的作用，而且还凸显了皇家的雄浑气派，是太和殿的门面。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六根柱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含义，代表皇帝对陆河的拥有，象征了权力。距离宝座最近的地方有一对铜鹤，他们口衔灵芝，彼此对视。对这个物品人们可能会觉得陌生，但是它既然能被摆放在宝座旁，就证明它是有其意义的。据史记记载，古时候人们常用灵芝和白鹤来表示长寿，无论是秦始皇、唐太宗还是其他皇帝，他们的目标都是长生不死。他们渴望长生，渴望对权力的永远掌握，于是他们便将这对铜鹤放在了宝座旁，以表示自己对长生的渴求。在太和殿的两端有一对用端，其实这个用端并不是什么物品，它只不过是一个看起来胖乎乎的没有脖子的神兽。曾在宋书福瑞之下中这样写道，用端这种神兽跑起来非常快，甚至达到了日行万里的地步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会说四个国家的语言，让偏远地区的百姓也能感受到盛世。可以说在古代，用端是一种祥瑞之物，如果将它摆放在了太和殿，那么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清明，取其家瑞之意。皇帝虽身居庙堂之上，但依旧能知晓天下事，使八方归顺，四海来朝。在太和殿中还有一对大象，他们身驮宝瓶，夺人眼目。古人云太平有象，这里的象指的就是天下太平。将这对大象放在太和殿中，一来是表示皇帝对天下太平，五谷丰登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盛世无极美的希望；二来是象征江山永固，万事太平。这上面的四种东西都是太和殿中必不可少的。除此之外，造办处各座乘坐活祭清档中提到，清朝时期雍正曾在养心殿放置了一块黄铜浮板，在太和殿与乾清宫各放置了一块木浮板。而这里的浮板其实与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四种物品作用相同，只不过它是一道镇殿符，代表的是佛教神明和北斗七星对皇宫的保护。这样一个太和殿，每一处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布置出来的，它的每一个物品都代表了皇帝的期望以及天子的威仪。那么现在我们回归主题，为什么袁世凯下台后人们却发现宝座被后移了三米呢？其实这就不得不提到太和殿中最重要的一件宝物轩辕镜了。古代皇帝金銮宝座的正上方有水银制成的亮晶晶的圆球，也称轩辕镜。在现今故宫中，凡是龙脊的正上方皆有盘龙藻井，藻井上雕刻着一条龙，龙嘴下面雕着一个晶亮的圆球，此物也被称为轩辕镜。《洞天清录集》中曾这样写道，轩辕镜并非我们所认为的那般是一面镜子，其实它与球的形状相似，如果将它挂在床前便可以起到驱邪的作用，如果
将它放置在太和殿中，便可以起到辨别真假天子的作用。梅尧臣引刘元甫家诗，事无轩辕景，百怪争后仙，无名使神奴而第四者，大人怀揣万古轩辕镜，照察觉我这闲渊赋曲情。我们都知道，袁世凯之所以能坐上皇位，最大的原因便是偷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，所以他深知自己的皇位是偷来的，因此他便对轩辕镜产生了一种害怕心理。于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命，他决定让人偷偷的将龙椅后移三米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甚至到了现在，在故宫中我们见到的龙椅仍旧是向后移三米摆放的。那么轩辕镜是否真的像书中所说的那般神奇呢？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。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，袁世凯之所以相信这个传说，不过是因为他自己心里有鬼罢了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袁世凯虽为这把龙椅机关算尽，但是在他刚登基没几天就被尿毒症折磨死了。可以说他从没有坐上去过，就连他的五姨太也这样说，袁世凯虽为皇帝，但是他并没有进行过登基大典，因此人们称他为民国总统。其实袁世凯没有坐上龙椅的原因还有一个，那便是全国人民的反帝护国运动。当时袁世凯一心想要完全独裁，于是便用各种借口欺骗百姓，甚至打着救国救民的口号宣布自己即将登上皇位的消息。他的这种行为自然是让百姓厌恶的，于是在他宣布消息后就遭到了重压，最终被迫退位。参考资料：宋书福瑞之下，洞天清录集，引刘元甫家神奴儿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